对吧？啊，搁再搁十年后，啊，日本就过来啊，所以后来完全的统一台湾就结束到日本。我这是刚刚讲啦吼，我想要甲各位介绍，这条都是后来有卡梅拉系列啦。啊，这个叫做龙客船。这龙客船就是讲，日本政时代真济咱的闽南啊，是广东的这些人吼，好多人啊是客人，拢开始移民来台湾，而且是大量移民。哎，侬坐什么船？坐这个龙客船。啊，这龙客船为什么叫龙客船？这是外国人形容这款船，而且跟它直接跟它垃圾嘞，啊，垃圾就是 junk。啊，讲这个 junk 的船，啊，伊就讲汉人主要翻作龙客船，其实是咧骂你啊，啊，后来就叫做龙客船，侬坐这款龙客船啦。啊，汉人开始移民对不？原住民当然受影响嘛，啊，阮前政府就开始为改善，啊，你汉人入来哦，伊要开发，如果去开发着咱原住民的所在，啊，所以伫地图上就画这个，画这个线，这个线叫做什么？叫做土牛红线，土牛红线。啊，为什么？伫这个所在拢挖土起来吼，哦，做一个沟，土牛沟，啊，土迄、那个迄。那個迄土挖起放咧边啊吼，啊远看一只跟咱一只土牛拍鼻啊呢，啊是话一堆土牛拍鼻啊的爽，叫做土牛红线，啊就是咧本地的所谓的汉番的概念。